会撤退哈。来，国美表演的队伍，国美表演的队伍，啊，麻烦到咱外道大铁路，啊，外道大铁路，啊，咱南平平的餐厅部赶紧去用餐，啊，快十一点半，哦，十一点半准时用餐，因为咱爱参加，啊，咱。啊，十二点半啊，准备来准备的这个菜鸡活动啊，准备这个菜鸡活动。所以咱下晡的表演所有的团体，麻烦十二点半准时到花道大铁路，花道大铁路。诶，这个当年的餐厅部啊，来用餐。许明健许教练，还有谢明勋啊，谢教练，管理是咱梁淑慧梁老师，梁淑慧梁老师，哦，优秀优秀，哦，啊，咱彭教练啊，也在讲诶，是咱全台湾哦，啊，得着国家新传奖，国级的教练，啊，请彭教练甲大家现场唱诶，谢谢，哦哦哦，赞赞赞赞赞，哇，博士教练，彭教练哦。看那里咱大台南地区可能干过十天的上岗兵，哦，干过十天的上岗兵，这是真真正正咱国宝级的教练，哦，这是得着咱吴建辉啊来颁发这个终身成就奖，也使恭喜咱国家新传奖，国家上界重要的咱讲人间国宝的教练啊吼，人间国宝的教练，啊，今仔日嘞。啊，利用伊宝贵的时间，啊来替咱积德，咱当跑干贡献，诶，这个上岗兵，上岗兵诶，会使讲是非常的辛苦，啊嘛非常感谢班团认真、奉教练，啊对咱传统艺术的保存、甲发扬，啊来做个贡献，来做个努力，啊嘛要再次来感谢咱，啊咱黄嘉玲黄校长的支持，黄嘉玲黄校长的支持，来给咱许明进、谢明勋。梁淑慧新进老师教练，啊，大家努力，啊，大家努力，来给咱小朋友平常的啊努力，啊，平常的努力演练，来到今天去家里呢，啊，杰出的成果，家里呢精彩表演，来站起住，啊，有来给那个江江，来咱做祷告，来这小朋友过年去了不？哦，赞赞赞喽，赞赞赞。好噶，来这个上岗兵啊，会使讲，赞赞赞！盐水风炮，当年囡仔先拼先的表演，啊，马来受邀参加民族艺术节，专攻庙会地点嘉年华的表演。啊，去年嘞，民国101年，来参加教育部民俗技艺观摩赛，一点有成就。啊，你马来受邀参加国际艺术节菜鸡活动的表演。也在讲诶，成绩非常的优良，啊是精兵诶，啊是全专攻覆盖，在机关团体、政府单位，
爱去伫咱民间的这信仰，也非常坚定的一个民族义正团体。阿爸再一次，甲现场的来宾啊邀请，啊甲报告，啊万别记住哩，咱这个就要进来搬到大天府，人生里一安一条青桥大殿，啊由咱台南市王孙泽文化协会主办，啊以及由咱啊所属金龙宫建设，啊咱爱乡广播电台啊赞助。啊，这个全国地平不乱的活动，啊，总共有两日，总共有两日，啊，如同各位所看到的，咱今仔日甲明仔载拜六礼拜，啊，现在啊，现在啊，是由咱啊，大华台南市各种各色传统艺术的这个表演，传统艺术的表演。啊，虽然咱活动嘞，啊是咱全国艺术的发源地，啊咱这个中国乡，啊咱这个艺术文化嘞，会使讲是咱活动啊来支援。啊，今仔日嘞，咱看到的，啊咱这个学校的艺术团体嘞，啊拢是由咱啊台南市政府教育局、教育局，啊这个社会教育科来辅导、来辅导。所以咱今日嘞，咱大台南市做好的这个传统艺术的这个文化，咱成果嘞，啊，完全嘞，要来感谢咱台南市政府啊，教育局、社会教育科的辅导，啊，才有咱台南市啊，这么好的成果，这么好的成果。啊，下晡嘞，拜六甲礼拜，下晡有咱国际啊，是全国艺术大写饼的活动。亲手来助咱国际的艺术团体，啊，国际的艺术团体，啊，啊，那咱全国上届精彩，而且专业的艺术团体，的大饼条，的大饼条，啊，为着嘞，啊，要来宣扬咱这个艺术文化，咱是下昼一点，下昼一点，要来进行啊，这个艺术采购的活动，艺术采购活动，啊，顺刷嘞。咱所属金龙宫，所属金龙宫，啊，要来啊，甲咱花道大天路庆贺咱这个建设大典，庆贺建设大典。所以咧，欢迎下晡一点，啊，下晡一点，啊，对咱啊南花街啊边啊这个花道一环，花道一环开始，啊，要来采街，要来采街，啊，欢迎啊咱在地乡亲，啊，所有贵宾，啊，各观众，啊，咱共同。下昼啊来参加这个采购活动，我老天啊，而且来观赏下晡啊，以及咱明仔载的这个艺术文化节的表演，以及文化节的表演，啊，而且嘞，啊，国民邀请，啊，国民票邀请，啊，大家嘞，这里哦，大家小报啊，小报，下昼啊，内务来看，内务来看，啊，所以在厝边隔壁亲戚朋友拢来招招来参加下晡的采购活动。Thank you.
上国家，那他上国家送上去，就放了。已经好，哎，老师，你是老师啊？哦，已经好。哦，明白明白，干嘛想要给我？全国上有名，上界地。啊，这呢，